诗篇第107篇，一节，恁就俄罗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愿耶和华所救赎的百姓讲这个话，就是伊对敌人的手中所救赎的，对达国、对东、对西、对南、对北所聚集来的。四站，因伫旷野彷徨的路漂流，找无声通徛起，搁枵搁嘴大，心昏去。因就伫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伊对因的患难中拯救因，搁带因行直的路，予因去到通徛起的城。但愿人因为耶和华的慈爱，甲伊对人所行的奇事，拢学了伊，因为伊予心内较无的人得到知足，予心内枵饿的人得到好米够饱。十节，遐坐伫黑暗中、死荫中的人，受困苦甲铁链捆锁的人，是因为因违背神的话，藐视至权者的旨意。所以他用勒苦制服他的心，因拍倒无人扶助，因就伫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他对因的患难中拯救因。十四节，他对黑暗中甲死荫中带因出来，带动白因的锁。但愿人因为耶和华的慈爱，甲他对人所行的奇事，拢学了伊。因为伊拍破铜的门，斩断铁的门框。十七节，戆人因为家己的过失，甲家己的罪恶，就受苦楚。因心内厌恶各样的食物，就挖进死的门。因就伫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伊对因的患难中拯救因，伊出命令医好因。救因脱离死亡，但愿人因为耶和华的慈爱，甲伊对人所行的奇事，拢学了伊。愿因用感谢作者献予伊，出欢喜的声讲起伊的所作。二三节，伫海面坐船，伫大水中经营事业的，因看起耶和华的所作，甲伊伫深水中的奇事。因为伊一个命令，狂风就起，海中的影也压起来。因上到空中，落到海底，因的心因为患难就消散。二七节，因颠颠倒倒，东倒西歪，亲像酒醉的人。因的智慧无法可思，因就伫苦难中哀求耶和华。伊对因的患难中带因出来，伊予狂风停，海涌就平静；风停，涌静，因就欢喜。伊就带因到所爱去的海口。三十一节，但愿人因为耶和华的慈爱，甲伊对人所行的奇事，拢学了伊。愿因伫百姓的会中尊伊做官。伫长老的座位，俄罗伊，伊予江河变作旷野，予水泉变作打扫的地，予肥地变作咸的地。这拢因为徛起底下的人的罪恶，伊予旷野变作水潭，予大地变作水泉。三十六节，伊予妖恶的人踮底下，会起做通徛起的城。搁种作田园，栽葡萄园，得到所出的土产。伊搁赐福气予因，予因生团济济，也无予因的精神减少。因搁因为暴虐、患难、愁苦，就减少搁悲歌。伊予君王受看轻，予因伫彷徨无路的所在漂流。四十一节。伊却将善良人
安置伫悬的所在，发伫苦难，互伊的家属坐坐亲像羊群，正直的人看去就欢喜，罪恶的人嘴要塌巴。既然有智慧的人要关心这代志，也要思想耶和华的慈爱。